《怪奇孤儿院》是一部引人入胜、充满惊奇和奇幻的美国电影。影片的主人公是一群孤儿，他们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孤儿院中。该孤儿院有着许多奇特的规矩和神秘的秘密。孤儿们在该孤儿院中展开了一场惊险的探险之旅。他们发现了关于孤儿院的许多真相，并且面临着来自神秘力量的威胁。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世界观。孤儿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拥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元素，例如孤儿院里的时钟似乎有着魔法的力量，可以让时间停止或倒流。此外，孤儿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房间，该房间藏有神秘的讯息和暗示。这些元素给了观众一个非常独特和令人注迷的世界观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影片的画面也是非常精美的，电影中有很多令人惊艳的场景，例如孤儿院的大楼、时钟和其他神秘的地方。这些场景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制作，让人感受到了独特的美感和惊奇。此外，影片的特效也非常出色，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场面。除了独特的世界观和精美的画面，影片还有一个惊险的情节。孤儿们必须寻找孤儿院的秘密，并在这个过程中面临许多危险和威胁。观众可以跟随孤儿们的探险之旅，感受到刺激和惊奇。此外，影片还有一些悬念和惊喜，让观众始终保持着兴奋和好奇心。总之，如果你喜欢奇幻和冒险类型的电影，那么《怪奇孤儿院》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它拥有独特